你们好，我是你们的网络朋友柚子先生，今天来玩这一款在 PlayStation 1可以算是蛮优秀的作品，迪士尼出品的《人猿泰山》。喜欢看老游戏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你对这一款游戏的回忆吧。游戏内大量的 loading 等待画面以及一些重复的画面，我都在后期进行了剪辑和快转的处理了，所以你们可以愉快的和我一起体验整个游戏的通关过程吧。我不确定这次的影片会不会被黄标，因为有泰山的主题曲，也有很多泰山的电影片段。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先欣赏一下片头吧。片头播完了，我就马上把游戏的设定换成了简单，毕竟我是一个用脚在玩游戏的手残党。You sure did. Can't you imitate any quieter animals? Come on, they're no fun. Want to see me be a leopard? Why don't you just come up with your own sound? I'm sorry. Oops.You're all right. Kala and I have been so worried.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finding him, Kerchik. You were such a wise and caring leader. Run. 每一关开始之前呢，都会播放一小段的电影片段呢。小时候的泰山还是蛮可爱的。第一关是这款游戏的教学关卡，会有一只小星星出来做教学。我们就先了解一下这游戏的教学过程吧。Bananas are sure good eating. If you're losing health, find some
bananas for energy. 这边小星星和小泰山说，如果受伤了，可以吃香蕉来补充体力。其实也不只是香蕉可以补充体力了，也有其他的水果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就像是这一颗果实吃掉之后呢，可以提升 HP 值的上限，也就是血条会变长。小泰山不断的丢水果欺负小动物。彩色蝴蝶就是 checkpoint。整个游戏玩起来的体验是蛮爽的，操作手感也很流畅。到了这边，小星星让小泰山模仿学习变色龙的攀爬技巧。我们继续拿水果丢猴子。游戏的 BGM 蛮轻松欢快的，而且森林里的小动物都做得蛮生动的，而且这可是在1999年推出的游戏啊。在泰山的游戏里，每一关都会有六个被隐藏起来的字母，就是泰山的名字。这边我们又吃到了教学，小猴子竟然说泰山的名字很奇怪。这边小星星让我请对面的猴子吃一颗水果，抱歉了兄弟。虽然我选择的是简单模式，不过我们也要挑战一下，在每一个关卡里面收集全部的泰山名字以及猴子花像。每一关如果成功收集到完整的泰山名字，就能解锁电影的片段，然后在 option 那边可以做回放。如果是猴子画像呢，每一关都存在4张，只要把4张都收集起来，过关了之后就能解锁一关 bonus 关卡。每一关的后面都存在着一个 bonus 的关卡。这边我们捡到了一个矛头，这武器在整个的游戏内作用都不大，也几乎用不到，因为攻击距离实在是太短了，我还不如远距离的丢水果，对吧？Hiya Tarzan! This thing here is a sketch. There are 4 of them hidden in each level. If you find all 4, you gotta go explore a hidden bonus level. 那个就是猴子画像。只要每次路过 checkpoint, 泰山就会招牌喊。整个游戏的剧情呢，基本也是跟着电影走，但是玩起来的感觉就像是虐待小动物模拟器，
一个屁孩在游戏里到处向小动物乱丢水果。丢了三下才把它丢死。遇到体型比自己大的动物，都可以把它们当作是弹簧或者是跳板，在它们的背上跳跃。如果每一关都要收集完全部的隐藏字母以及隐藏画像，都需要多尝试，然后看清楚游戏的地形，因为会有很多隐秘的小分叉路口，而字母还有画像都很喜欢藏在这些地方。在这边用武器挥来挥去，都打不到胡子，还被扣了血。每一关只要碰到黄色雨伞就能过关了，过关之后就是结算和存档的画面，不过我都剪掉了，放在这个影片的最前面。只要出现手绘的图就是 bonus 的关卡。这关的 bonus 是躺在荷叶上渡河，捡金币，紫色的水果吃了之后可以增加左上角的倒计数时间。我也特别喜欢看进入游戏画面之前的 CG， 画得蛮好看，不愧是迪士尼了。第二关的剧情是小泰山想要追上小星星时的冒险。这关开始就会有藤蔓可以让我们荡，我们把这个野猪给消灭掉。只要看到有发亮的地面，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可以开始在上面疯狂的锤，呜呜啊啊的锤破了地面，就可以拿到奖励了。整个游戏里面，我最讨厌的动物是鸟，因为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伤害到它们的。那他们也会时不时的撞我们，偷袭我们。
有时候还会不断的向我们扔东西。如果是普通难度的话，开山的血量会掉蛮快的。简单难度的话，受到伤害的时候会有短暂的无敌时间。小时候大概11、12岁左右吧，都看不懂英文，所以不会调难度。也只玩过幼年期的泰山，从熟期泰山的关卡难度会上升，小时候都没有办法破关，而且我也有蛮多的游戏，所以也很容易的放弃了继续挑战这一款游戏了，然后去重复玩那些比较容易破的游戏。我们尽可能的去探索所有可以走的路，避免漏掉了一些字母和画像。不小心扑街了。这边误打误撞的掉下去，捡到了 A 字母。每一关里面都存在着蛮多的 checkpoint， 而且流程也比较长。这边小小会发亮的地上，也可以锤它，把旁边的东西给锤破，这样这一关的字母就全部收集齐了。
有没有觉得玩滑板还是冲浪的都有点逊了？看看我们的台上，这一关的 bonus 兔头骑士、兔鹰骑士。I had a little pest control problem, but it's all taken care of. Ow! Hi, guys. Turk, what is this? Some kind of joke? Oh, tell me I'm not looking at the hairless wonder. Well, Turk said I could come along if I could keep up. Oh, no, Turk, come on. I'll handle this, guys, okay? Listen, buddy, come here. We got a tiny little itsy-bitsy problem here, okay? Personally, I'd love to hang out with you. You know I would. But the guys, they need a little convincing, you know? Okay, what do I gotta do? Do? What do you gotta do? Oh, so stupid! What? Well, you gotta go get a hair. A hair? Yeah, a hair, An elephant hair.第三关的剧情蛮靠北的，小星星没想到泰山会追上来，结果给了一个很要命的任务，要小泰山去拔大象的毛。然后小泰山就傻傻的去做了。有些猴子也会学泰山一样乱丢水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瀑布，听一下这个瀑布的声音。99年的游戏，这边看起来太像蛮像青蛙的。猴子，小猴子们在这边玩耍，泰山就在这边丢水果虐待动物。忽然想到一件事，就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了解，现在的手机和电视、电脑的荧幕都是长方形的。不过以前的游戏也好啊，电视、电脑的荧幕都是正方形的，所以我也只好在右边塞上游戏的名字和一些介绍，并不是我把那个画面给裁掉了。
也不知道泰山是从哪里掏出无限水果来丢，可能捡到了小叮当的百宝箱，可能捡到了小叮当的百宝袋当内裤穿的吧。尽可能把上面能探索的地方先探索掉，然后我们再去地面上走。每一次只要可以垂地上的时候，都会有小鸟不断的偷袭我们，就很烦。这边操作失误了，没有跳过去。这边还好，回头走了一下。其实我也不知道这边藏着一个 A。青蛙是这游戏里面最难攻击到的单位，因为太小个。这个长得有点憨的大象就是泰山的其中一位伙伴。犀牛都会一直站在原地发呆，不过我们可以靠丢水果来改变它们发呆的位置。触碰到它的头部或者是屁股的话，我们会掉血。这边我们就往下跳了，要小心不要碰到鳄鱼，尽量避开鳄鱼。喜欢或者玩过 PlayStation 1 PS 1 PSP 或者 PSV 的朋友可以订阅关注我。
也可以推荐一些游戏给我。我会尽量争取周更，等影片多了之后，也许就每周更两次吧。不小心被吸进漩涡里了。Temple Run 游戏类的祖先有没有？这一关如果要收集所有的字母和画像，会有一点难度，需要背板。失误的话，可以故意慢下来，让大象撞，然后就可以从前面一点的地方开始。其实这个游戏有自带 SL 大法。只需要按 select 键，就会自动回到比较前面的 checkpoint， 失去的 HP 也会自动加满，也不会扣生命条，只是我都没有发现。之后的关卡在下按按键的时候才发现到了。这一边就卡板了，泰山不小心卡在地下那边。当年的机器算法有限，这边也做不出太多的大象追我们，只是看到三只而已。通关之后一样是秃鹰骑士的小游戏，不过地形会有一点不一样。越是后面的 bonus 关卡，难度也会慢慢的增加了。
第五关 BGM 开始改变了，我们的小泰山也长大了，现在已经是成熟期的泰山。不过这个建模在当年来说也算是很尽力了。感觉手上丢出来的水果都变小颗了，而且丢水果的速度也变快了。那个被我们丢水果的小犀牛也跟着泰山一起长大了。看到亮面的地上锤就是了。玩到这一关我还是没有更多掌握到当藤蔓的精髓啊，也在这关失败了蛮多次。一定要比想要抓到的地方还要高，才可以跳过去。来佛斯花，如果不停攻击它的话，它会吐出很多水果来了。这边这只小猴子也蛮大胆，不断的拿水果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小猴子爬上去了，然后再玩耍，整个身体包起，整个身体卷起来，然后滚下去。在这边我也回头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隐秘路线。发现没有之后又继续往前走。
在这边卡了有一点久，怎么当也当不上。这次的影片会在这一关结束了，下一期的影片泰山将会面临 BOSS 战，泰山会拿起他的长矛来对抗一个大花豹。喜欢老游戏的朋友，想找回小时候游戏回忆的朋友，可以订阅我，助我一臂之力，早日达到1000订阅和4000观看时长，然后开通这个盈利模式。
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自己会在这边下按，按到了十类键，然后就发现了这个 SL 大法。谢谢你们的支持，留言让我知道你小时候最喜欢玩的 PlayStation 1游戏吧。我们下一期继续和泰山进行冒险，拜拜。